看着场景，还以为是电影《哈利波特》里的霍格华兹魔法学院。古老欧洲建筑，学生整齐划一，西装配草帽。他们都是来自英国拥有450年历史的哈罗国际学校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，还有多位王室成员都是校友。近年却积极抢滩亚洲招生，连盖校地点都很特别。古代那些人家，伊拉在干，阿兹曼代是阿比高原。学生们夏天学高尔夫，冬天学滑雪。小小年纪的住宿空间更是堪比豪宅小套房，食宿都由学校供应。九成老师都是英国籍。今年八月将迎来首批180名新生，校方透露已经有不少中港台富豪家长们低调抢名额。My name is Andrew and I am in year seven. 过去享誉国际的顶级贵族学校把西式教育原汁原味搬进大陆，全英语授课的精英教学掀起浪潮。不过，随着北京当局出手打折，禁止贵族教育，欧美顶级学校纷纷转往亚洲其他国家地区。香港校区的外观被形容是白宫翻版，教室提供市面上最昂贵的玩具，标榜边玩边学习。家长不心疼荷包破洞，就学之路的起跑点就要把孩子送上金字塔顶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